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？喂，报告，可给我找你，你有要接吗？喂，柯剑，打电话来给我请安。蔡立伟，恭喜你哦！我倒是要给我恭喜什么？我也无嫁查某囝，也无娶新妇啊！你是要恭喜安怎？恭喜你真紧就收到欢迎合你的团体啊！好，你讲欢迎的团票，像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啦。我娶进跑咧收团票，下次敢来接红贴啊同款的。红包包较大包的，自然就万事 OK。你讲是毋是安尼嘞？蔡立伟，以前是我嫁咯，我都将你起诉。也毋过经过你的磨练，我已经掌握着你所有的证据啊。所以要请你要吃免钱的饭。那你今麦是咧讲什么证据？你甲人乌说，手术杀你，证据交出，你会使较铁齿的坐倒喺厝的，等人来甲你帮。什么叫做手术杀人？你安尼无证无据，千万唔通堪背负天哦。证据就是你用暗门头，甲人话台。好点，讲话较细腻。也若无我今日好酒无慢着，你的手会叫福转去。你即摆已经是进无步退无路了，莫阁直接搞冲突。老西了，去甲法官讲。他拄仔柯剑要讲的代志，你有听到了吼？你要安怎解释？浩哥，要解释啥？你毋是讲你已经甲头脑甲上空了？系啊，你真笑！你毋是讲头脑甲上已经死啊？我是唔敢讲。好哥，好哥，你不是讲他那家长已经死啊？刚讲也走去考检的遐，要脱帮，过游泳，跟我讲考起来是无？好哥，我好操一看，我来到伊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走呀。我实在有哪想不，一下落头走呀，炮哥！你咋讲？我够时间个冲掉，你这么放好鬼的，我带你这么死安怎？你把我命收起去啊！啊！阿舅，要脱了！你不要死，连续出错两遍哦！我逐天咧替你报炮吧，报到咁要亡命去，都无用个脚脚，到底要死到几位岁？报告，我大事对你这么久，我将来唔要犯过什么上大的错误。今仔日，这件代志又是查错了，你今仔日要甲我拍死，你敢无让门带染着？这件代志无严重性，无感觉我蔡进宝死，你才会甘愿是吧？那不可能啊，炮哥！我当然嘛一百不愿意。唔知影通惭愧，搁他妈硬吹硬挤。恁爸今日无甲你大条，我才甲你讲实，即摆甲惊死你啊！才背棍，林伯今日要请你们好，好不？我不背棍，我将来不还不过你啦。
是啦，炮哥，树大未做内贼，伊无迄个头壳。搁再讲，伊出卖你对你无好处啊！伊只神经甲大条死甲残，假死就好啦。你甲恁爸听好清楚，今仔日家在有阿忠甲你挡掉的，然后我不甲你骗，你绝对等去中安稳顿。徐大，进来啦！我帮我扛下头，回家请你进来啦。炮哥，免，免搞摆，恁爸还袂死的。你甲恁爸听好清楚，危机来开始。对点阿忠的身躯边，阿忠，我出来有听无？啊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即卖咧假笑，卡是讲危机嘛开始。若果连条死甲贼我无甲你骗，恁爸绝对有咧去见过。有听到无？有。志英啊！今天是安怎？炸这么侪兄弟来阮家哦？柯剑美已经把我起诉，你搁当要怎咧见钱？伊这边遐尼有疤，是毋是你？下老消息给伊的吼？这边哪有可能？啊，万不能若出代志，我嘛是会替你吃罪。只要你讲起来，我敢会是靠阿芬啊，甲恁爸惊出来着？我知影，原来是因为你要叫人起诉，所以好顺心，才连带叫主管单位撤销许可，下令要落架啊！着，这个药品要落架的代志，那是你本身出问题，甲恁爸无底代，卖牵拖为我家来哦。哎，刘伟，当初好顺心要上市，是我受挂保证的，啊，你今麦搞不起出来，我的名声唔着爱跟你哪个吵？我当你今麦是安怎？当初时嘛是你，甲我讲这个药啊，外好拄外好，摸我的大腿，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拍通关让伊上市。你即摆是咧讲什么笑话？要甲我残无到水无流烧？嗯？我即摆人伫咧遮，伊就甲我牵牵啊。卡斯讲今仔日，我若真正叫酷奇怪，你要安怎？甲我趁轻进量，袂去谈。啊！代志要出破，你来找我出嘴有啥物路用？敢是我害你的？恁爸就是袂爽。哎，刘伟啊，你个！你甲恁爸听好清楚，我若是袂爽，你嘛免笑，想要快活过日。卡斯讲今仔日我若去用考虑关，我无甲你骗，我踮在内面，同款的遥控外面兄弟，逐工甲电甲是金气气，唔是你来甲恁爸试看卖？好顺心症是有严重副作用，自今仔开始公告禁药。好心地位甲好心药商利益勾结，错进跑卡卡卡三分白金起诉。小爷，你即摆应该相信，我暂时甲代志无关系啊吼。卡叔，我跟你无关系，现在错进嘛要拍你。而且，
好顺心的副作用这么大，你还是新使用好顺心的医生，而且你还推广给其他病院，还这么多患者死亡，敢说你不免负责任？秀慧，我是医生的，医生使用经过核准药品这嘛真正常，我本来知道这药品的副作用这么大，拄只蔡警官来找我，就是因为我当初推荐这个药品，伊找我来出嘴。讲起来，我是真冤枉的。真正想袂到，蔡进炮甲欧博会违背良心，就一个副总的这么大药品，伊入来台湾还是这么侪人，真正有够恶极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真正跟好顺心的案件无关系？阿伯夫人，你看得这么清楚，你可别相信我。你跟蔡进跑，还佮黑幕的人行这么远，无佮别人会怀疑，你家己做伙。想，别人会当怀疑我，也毋过你来相信我。你想看麦，柯建佮李千惠一直在想办法掠我的尾流。那假使我真正甲因有交结，伊早就将我加起来，甲因做伙起诉啊！啊，你看，即马无动无静，这就表示讲我是清白的啊！我会甲蔡清跑行到这呢话，是因为当初是我救过英杰，已经感谢我，所以常常找我出去饮酒。啊，那无无的，是因为我有药品代志要甲伊计较，所以才会甲伊接触。秀慧，敢讲你希望我甲这件代志有牵连？我不是这意思。安尼就好。啊对了，秀慧，啊以后会你厝顶搞这，我希望你会当来一串。起诉，我阁无凶嘞。唔呐安尼，我阁听讲，感冒上已经冻伤医学会理事长，规个人都不够食。啊，这敢要阁有天理？好参像伊这款品德有欠欠的人做理事长，啊，你是啥物道理啊？田纳卡，阿哥蔡进跑起诉，阿哥无用，一点都无代志。李叔，我嘛做想要赶紧定个无用的罪，也毋过无法度找证据证明讲有涉案啊，我无法度甲办啊。无用的办伊，啊哪样的规矩，让伊在外口继续害人好啊嘛？莫安尼生气啦，检察官伊办嘛要证据啊。感冒上若真正有做违背良心的代志，一定受到报应。海生啊，我头头也受较激动。袂啦，不过你感冒上，你伫交接你事长迄天，我一定去遐祝贺。秀姐，你没忘记对我的承诺吧？只要你好好跟合作，提供蔡进跑最近，我一定替你争取上好条件。安尼，你好好休困，明仔早我派人来接你。您搞好，是。我正在阿姨呢，好不好？来啊！
有粉无啦，拍一羹吃。哦。多谢啊，最后一间哦。好好好。叫做粗残，你真正唔捌看过世面嘞！查某囡仔屁尔，就出来咧跟人佚佗，做太妹少。垃圾鬼！我够险哦，啊！加油，当初是出来佚佗时阵同款，有下摆个，这个口味我唔介。我跟你讲。你阿兄你阿好，卖了我这里请查某。而且哦，我阿兄是检察官，你唔惊我阿兄甲抓起来关哦？哎呦，当我带进跑惊到要死哦！也唔过你做你放心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无必要去甲你计较。等我代志超好势以后，自然放你回去吃冷。阿忠，打电话要考检的，安怎讲？你应该知啦吼。我知。喂，喂，你敢是柯杰？阿忠，柯杰，你伫无闲啥？是毋是伫准备明仔载去做事？我看哈，你莫遮尔辛苦，因为你一定袂起诉阮蔡李伟。什么意思？阮蔡李伟有请一位贵宾来遮做客，伊想你一定会看到面子上。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你甲伊讲，我哪会今仔日袂使检查官啦？你过明仔载准时出庭。稍等下，电话若挂掉，出什么代志，你都要家己负责。出一个声嘞，我包青天听一下。取得真硬嘞！你死啦！小生，讲。阿兄，你莫管我，你跟派人来干你啊！小生，你先做操作模样。我叫你，明仔载在我到面头前，讲话都要找通讲，唔通去干。阿南，是出代志。阿忠，先做先袂出冒险。我哪会猜啦？你若想要知影，你要去跋杯啊。阿忠啊，表演了袂歹哈。
送在我身躯边对久啊，一寡骨髓拢互你捡起用啊。嗯。林大少，你甲恁爸听好清楚啊！我阁予你最后一遍的机会，等下只恁两个顾好。卡斯讲，若出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死角，我无甲你骗。你著挂伫即个枪头的计划，我听的无？好，我知啊。阿水啊，小邓出代志啊！出什么代志啊？拄只小邓哦，打电话来，讲小邓在手头的，跟我要，明出电时阵，讲来较细腻。阿兰，伊对小邓不利啊！可恶！这蔡新华真粗残哦，伊也安尼讲，伊就敢安尼做。阿水啊，我阿燕坤明仔出点代志，麻烦你给我小妹，好不好？杨俊啊！我想办法救小珍啊！明仔载，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代志啊！对个，小姐，请。喂，我看见没？啥？我是讲代志。好，我知影。安怎？今晚唔通白搞。阿强，甲走去啊！阿姊，哎，秀慧妈上你来啊！你坐，恭喜！多谢啦，姐姐。多谢。你坐计程哦？是啊，我本来想讲哦，简单就好啦。啊，不过爸妈因坚持要照你说啦。那是当然啦、啊，因真无简单才找到查某囝，查某囝大迄个日子，那应该想过简单，对不？啊，不是头一届嫁，囡仔就这么大汉啊，敢需要搁这么放心？素玲啊，你嘛结婚两届啊？爸阿妈，敢有减你嫁妆？但是对，我听讲你甲性子阁好好啊，恭喜啊！多谢你。啊，爸阿妈嘞？伫咧房间啦，我今明仔载会真忝，所以请伊先去休困啦。奶奶，我两摆去叫了伊啦。啊，信天嘞，你这么无闲，伊哪会来陪你？伊甲性子伫咧无闲，扩建新厂的代志。扩建新厂，公司才拄开始生产无偌久尔，就要扩建咯。性子即个去美国替阿兄接真侪订单，公司现在的机器会未赴生产，所以准备扩厂设备加入生产。阿兄公司未来会赚大钱哦，性子的功劳上大。起厂房买机器，需真侪资金呢。公司才开始无偌久，还袂稳定，扩建这么紧，敢好？我嘛略无妥当。啊，不过本来我来阵，干那我一个人安尼想了尔。即马丽丽安尼讲，我是感觉足烦恼的。啊，不过身体我安怎甲口劝，伊拢肯听。吼，恁家的人哦，真正是唔知好歹。枉费性子哦，替信天的公司这么拍拼咧拼业绩，恁搁伫遮嫌东嫌西，有影是莫名其妙。想法啦，想过保守，颠倒会去限制哦。大部分人咧拍拼事业，上起码阿姊袂参照你当初迄个时阵啊，把好性子冲过头，才会害最后破产走咯。你徛岗，唉，啥无希望讲家己红尘，事业会当发展了真好。我嘛希望新天这个会当东山再起啊，所以我希望伊会当脚步打较稳的，安尼讲唔对。阿姊，你无唔对，你莫甲素玲话哦，放伫心肝内。哎，爸妈。爸妈。哎呦，阿恁奶奶无讲讲啊。我娘准讲，恁已休困啊，就唔敢入去吵恁啊。哎，啊，
本来嘛是想讲哦，要较早睏的，安尼明仔载哦较有精神。啊，不过咧倒来倒去规半晡，啊睏袂去。哇，一直伫咧想明仔载喜事的代志。对啊，爸妈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恁讲。茂雄已经当选医学会理事长啊，几个工就要交接。茂雄啊，恭喜你呢！啊，多谢你。茂雄啊，不管讲做多一道呀，要做理事长哦，一定爱宰点兼备，也对伊个行业哦较有帮助。那是讲只有宰零，无偏点，对伊个行业不但无帮助。本事也过会做噶吼，不得不信。我跟你讲，你应该明白了吼。我知影，都是爸爸提醒。好啊啦，好啊，卖一看到人哦，就念你个金刚经啊。人无用哦，用个当选理事长，迄就表示讲哦，伊个才能甲人品受到肯定。你哦，卖你这么高念。较细腻的哈，等哪有一天我无伫的哦，无人插你，你哦都变成孤单老人。妈，你莫怪爸爸啦，我感觉爸爸可能无唔对啊。不管你坐啥物位置，拢袂用个违背家己良心做代志。哎，虽然讲唔是偌家的亲生查某囝，啊口气乌甲安尼，嚼有嚼。时间无早，你嘛赶紧休困。明仔载婚礼哦，搁要无闲几工。我甲茂雄先转去饭店嘛，明仔载我较早过来斗相共。好啦，你较早休困了。我先来走。叔啊，哎呀，莫是你伫咧偌家最后一暝，妈妈有足侪话要跟你讲。你替我你来，咱母仔囝好好讲一下。好，行。阿祖啊，阿明仔载结婚的物件，你拢传好未？哈，拢传好啊啦。妈，这下你有咩传闻啊？哎呀。本来这寡物件哦，拢是爱师大来传啊。啊，不过我的身体害你辛苦啊。妈，你唔当安尼讲，只要你明仔载会当快快乐乐参加我的婚礼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会当看到你穿新娘纱，我轻轻送你出门，行红地毯。妈妈已经足感恩啊，丽珠啊。今天是一个会当挖苦的大波浪，我相信恁以后的生活一定会足幸福的，一点我无烦恼。我烦恼的哦，是恁爸爸，我上唔甘的人嘛是伊啊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信天一定好好依靠爸爸。我知影你一定好好照顾伊。今日我若走，恁爸爸无法度接受这个打击。你敢知影？前一阵啊，我听甲死死昏昏去，结果恁爸爸安怎甲我叫拢叫袂醒，伊抓准讲我死啊，竟然戆到哦去食爱困药啊自杀，伊想要陪我行黄泉路。好家仔叫人发现，紧把阮送去病院，但无伊已经死啊。所以丽珠啊，若是有一天我双脚拢伫行走，你都爱记，爱注意恁爸爸，千万唔通互伊做戆代志呢。妈，你这世人。会当得到翁阿婆这款至亲至爱的感情，是真有价值的。是啊，
我一生哦，行一条路，虽然讲真辛苦、真坎坷，啊，不过算有价值啦。唉，人生就是安尼嘛，万人代志哦，无可能顺你的心、合你的意啊。啊，不过我得到恁爸爸的疼痛跟爱护。我无这么长岁数，会当来享受这种至亲至爱的感情。人生海海啊，哪得这么计较？做未到的，享受未到的，都等后世人来完成，来到底享受。我跟恁爸爸有约束哦，要做七世夫妻。我现在就谢谢你，你跟信天也同款啊，一世人哦，爱快快乐乐，幸福过日，感情哦爱久久长长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阿妈你也忝啊，去休困啊。哎呦，丽珠啊，稍等你啦，搁我加讲一挂，因为我唔知啊。是不是还有机会，会当亲像即马同款，咱母仔仔坐做伙讲心事？地主，我知影你个先天要经营事业，也足无闲，无伤侪时间陪恁爸爸，所以我希望你个先天结婚了，会用加细贵啊，我厝内底哦较闹热。那有外孙陪恁爸爸，恁爸爸都袂感觉伤寂寞啊。好啦，你困。对啦，阁有啦，你爱会记的。等我走了哦，你爱叫恁爸爸。给我找一个坐山向海的所在，安尼我逐天起来吼，就应该看到海，听到海音声。你人若老吼，要有三项瓦过啦，一只老狗，啊一个老母，啊我一寡老本，像咱两个即卖在做伙，互相安尼瓦过。身躯边有一个老伴，这才是真的。这建厂的计划、资金调度，啊，甲机器设备、采工的计划也拢拟好，我交你哦。哼，你卡手够真紧嘞！无几工客源就消啊。其实我伫咧美国哦，这客源我着拟好啊。啊，等下小整理一下的话，哎呀，怎么十二点外呢？卖看啦，搁看到天光啊啦！你明仔哦，是快结婚嘞。啊！这客源等你结婚结了，再搁看嘛，搁会付。你无讲，我真正无计时间。先去休困啊，唔通耽误着明仔结事。我若无，煞会怪我。对啊，星姐，地主的个性是较保守啦，伊唔是对你有偏见。爱讲嘅话，你就莫甲伊计较。而且咱王家真无简单，才会当团圆。会当忍耐，咱就尽量忍耐。毕竟大家拢是为了这个家嘛，你讲对吧？不知啦。对哦，最近咱拢无阿最个消息啊。奇怪，我都要结婚啊，阿是做电脑无咧甲咱联络，伊是咧无印象。有啊。
我今晚上晚嘞，我明仔哦，才打电话提醒来参加婚礼。好啊，我你莫卡早困，好。 找你找啦，亲戚在找啦。最近拢咧空心，陪在病友卡安尼，千万唔通因为叔叔去影响到公司的。我知。我归家里啦。啊，真正是有重要代志哦，甲回家电话，因为要记下伫点么好啊，BBQ，听我做饭，要回家回。啊，是。 喂，阿忠，这要安怎？你是伫公社啦？你这店唔是我伫做，我来知啦。你袂晓去问水利会啊？看遐是毋是淹水？飞地道，你去问水利会就知影啦。你是讲去问阿水啊？对啦。欸，你是卖搁卡来，我真无闲咧，无时间甲你讲遮啦。 有人要找你买地哦，这个亲戚哦，想要买农地啦，啊，佮加淹水，有正拄好，伊请我咧泡过车，关系佫袂歹，所以哦，一直卡住，叫我替门看卖啊，也是条够麻烦的。哦，是讲在水利会当时啊，有去管着这个什么所在淹水吼？啊，我就是唔知啊，啊，毋则归去哦，送互水利会啊。 喔，少年咧当阿严，吼，我当然是咧变啥物出头啊！迄个代志做过了后，较智觉了，莫逐工咧欠天欠地啦。我虽歹人过啦，莫当要啰嗦啦。为啥？这少年真正要食好最近过，来拢逐日疼甲咧老，阿无我身体。报告。 如果开庭，咱来入罪，尤其是他那个啥，那回到旁，那个规组还了了。我过去安尼啦，你过去坐镇，一个像咧最近亮空亮空啊，我真袂放心。我谁来？小等，告回以后哈，敲一个电话给我在无？啊，是。 哎，对哦，两人一组，互相照应。是，来吧，传音给我等。好，到了。OK，安怎？出庭，大家顺利哦。好嘞，我想讲哦，咱也叫着，本来。 过去参加一个斗阵的婚礼啦。哎，你是不是已经有小镇跟田老板黑了吗？啊，未啦。也不过时间真白啦，我想讲哦，直接拢去蔡正庙遐讨人啊。你敢知影什么所在常常淹水？什么意思？我伫直前无讲，小镇是去用关地常淹水的所在。什么所在？ 不是等一摆，蔡金马甲我带去躲水的所在啊？真有可能哦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得开条进程，甲人救掉。这个手机啊，你提起。只要任何状况，随时敲我，我派警员支援你。
妆啊啦，等进去新娘车未来哦，都会变成小黑物件。哎，我不来啦！今仔日是第一次大好的日子，你家己就知影，庄家敢若乌狗样，是安怎你叫我莫化妆？不过你即摆，我讲无要紧啊，无要紧啊。 小丽出看到，会影响伊出去的心情呢。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。情海波浪，真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